已经有86档历史的旧戏市场，市府为延续戏市场的意向和记忆，规划透过招商引进民间的创意和资金，由政府来提供土地民间开发，希望未来朝向餐饮、大房、亲子休闲或者是艺文表演和物产的展售中心，等具有商业和观光的效益。目前呢，我们台南在这个广八广场运河旁的这个鱼市场，那大家熟知的这个和乐广场旁哦，这一个具有这个大家这个市民的一个印象的这一个鱼市场，我们目前呢是把它作为装置艺术哈，大海的宝藏，在那边来做一个静态的展示。那其实它也是正在进行我们所谓的 BOT 的一个招商的计划。那这一次的公告呢，是从五月底开始，一路会公告到7月11号截止哦。那我们这个案子呢，其实我想相当的有亮点哦，不但是除了临近我们的和乐广场之外，它也是在我们的新转这个台南市一个很黄金的一个地段啊，也是临着我们的运河哦。啊，运河其实这几年也在市府和各局处的努力之下，它慢慢的也成为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油气的一个亮点。局长强调，鱼市场占地346坪，占比率有80%，预计至少投资1亿。未来嘛，将原有的建筑元素融入新的建物，许可的年限是50档，并且享有20档的优先续约权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